请，尝尝。多谢太子殿下。王妃最近在调养身体，不宜失帖。自风儿走后，本宫就越发惦念你们几个孩子。今日唤你们来，看着你们都好好的，本宫的心也就踏实了。是儿臣疏忽，没能经常来看望母后。罢了，你们都长大了，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本宫也不能时刻把你们拴在身边，只要知道你们安好便可。多谢母后体恤。品宴，奴婢在，把本宫亲手做的糕点拿来。是。好久没吃过母后做的糕点了。还是那么好吃。就你嘴甜。小青，尝尝。多谢太子殿下。王妃最近在调养身体，不宜失帖。过些日子，本宫想举办一场品茶会，届时京中的名门闺秀都会前来品茶，也正好从这些闺秀中为云儿物色门好亲事。母后，儿臣不解。最近出了这么多事，若是你能在此时订婚，不正好可以给皇家冲冲喜吗？皇后说的是，皇兄身为太子，的确该早些立太子妃。青儿，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来帮你的表哥挑选挑选。好好好，一定去。来人！季叔，我要杀了你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楚儿，你可有事？皇后放心。为师，你真糊涂啊！你可知谋害皇子乃是死罪？是他杀了风儿，我要杀了你！放开我！还没查清楚就动手杀人，万一杀错了怎么办？为师，你若这般执迷不悟，本宫也护不了你。今日之事，我会禀明陛下，待陛下发落。把为师压下去。是。放开我！我要杀了季楚！放开我！季楚，我要杀了季楚！这韦贵妃不会是疯了吧？疯与不疯，恐怕陛下都不会留他了。